一款自己先做一组出来给他们用，每个参数都不一样。我看到数位化的发展都没有考虑到病人的角度，我想不管我有任何的软体跟硬体跟韧体，就是要以心为本，要达到他病人治疗的满意度，这是我们公司是最着重的方向。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竞争对手，我的第一个竞争对手就是超过500亿美金的市值的公司，我一个台币差不多才20-30亿市值，要跟500亿美金的一个市值之间的竞争，我觉得说是非常光荣一件事情。像我是有战术战略，因为我是从欧洲打完，再打完日本，日本完之后才从美国，我的战略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作战策略。美盟在品牌最大转捩点是在伙伴关系的开源，要找的要可以交心的一个伙伴关系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我的事情也是你的事情，所以两个之间只有 bonding 在一块。我们从草创阶段就四处找了许多精通模具的伙伴一起合作，那从中培养默契，一直做一些怎么讲叫做练功吧，练到最后志同道合的伙伴就会继续走下去嘛。我一定要深耕台湾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目标，我找到我可以一直在台湾不会移出去的产业，这一块医疗就是齿颚矫正这个产业，从无到有我们组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团队，建造总共三个技术，一个技术就是金属的技术，这金属用所谓 MIM， 我们最大只有3mm，最小0.3mm，所以微小是我们公司的最擅长。目前坊间很流行叫做隐形矫正，就是 Clean Aligner， 在我们这边叫做精准治疗。我们针对每一个患者都是量身打造。老板当初在投入这个产业的时候有交代一句话，叫做精准。你在这边的时候，他那个走位，他那个走位，我们就不要做。第一个就是要对这个产业有热忱，他没有办法说，像你想让设备买来就赚钱。第二个，对未来的产业要有信心。我们半导体是我们的护国神山，下一个一定是生技产业。